冬天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我开播前才发现，所以我先。哎呦，烦呢、欸！一个三晚安，庆晚安 ，Rock 晚安，卡丘晚安 ，Sega 晚安，少元晚安，九代晚安，咖比晚安，波达晚安。那请问昨天买 Luca 什么时候出？是谁订购的？额头对，露一下，头像换了，对，想说好久没有换。对呀、啊，没想到就是开播前我剪了，结果就是好多好多头发，你们有看到吗？黑黑的，啊，我以为你记错时间，没有没有，变白了吗？哦，对对对，我灯开太亮了，等一下，对。侧分有点美吗？好热哦，好讨厌。Hello， 吉桑晚安，一姐晚安，阿德桑晚安，庆玉晚安，谢谢送我许愿瓶。哎呀，那其实发现看不太出来，因为我美机开的好像不错。连这边都有很像胡子。一姐晚安，这个玉人晚安。今天真的好热，真的，我不会看眼睛，眼睛不太一样哦。对，今天啊，流汗的关系。这个应该是第一次穿这件哦，对，这是睡衣。不是，我今天是为了想要妹妹头，所以剪了刘海。看一下。OK， 差不多了。就是我刚剪的头发，就是全部都粘在脸上，然后粘在这边很像胡子。德全晚安。梳子呢？等一下。あれ？くしどこやったっけ？あったあった熱い、もうやだよいしょ自己剪的吗？对呀、啊、开播前剪的俊怡晚安，凯秋晚安，一凯晚安，涛哥晚安，粉色的配泰拳哦，好像是，抱歉我不该问的这周连假都不会出去玩，我应该在家里，就是秀一晚安，有胡子的 Luca 很 man， 有特效，新鲜出的刘海，男朋友的 feel， 对，这件才 M 号而已，结果我就是我在三年前在虾皮买，然后发现怎么这么大件，所以这件就是直接变成我的睡衣。Cascade 晚安。你自己说自己晚安，女生好厉害，都会自己剪刘海，男生都不会自己剪刘海吗？陈恩晚安，雨瑞晚安。Luca 昨天有说谎，我昨天没有说谎呢、欸，我只有在影片里面。Eka 三晚安，笑笑晚安。不中日一下，晚安。你这样会离卡妹的现充生活越来越远。对呀、啊，可是卡妹今天也没有出去玩，她今天去牙医，然后把智齿，拆吗？我还以为是拆了。对呀、啊，我以为就是，我也没想到这么大件。卢卡以前只能穿 S 号，我胖，这是我胖的时候买的。以前穿是还是就是没有到那么大件，
现在穿这个直接 oversize。乔老师晚安，暗红晚安，耳机酱晚安。男生没有人刘海啊？有啦，有些人会啊。我会自己刮胡子。捷运直达被你们骗了的，真假的？你们都有被骗吗？还是你们都有预感？我以为就是你们，就是因为太贴心，所以在底下都说，就是感觉就是说我都没有被骗，有点，没有很贴心的感觉。该怎么讲呢？男生都是刘海长了，刚好要剪的时候，脸，哦，欺骗我们的感情，对吧？智齿，对呀，小晴晴酱，阿小，阿小是咖啡色的头发的。我也是不中，等下小玉买那么多，没中真的有点可惜。平常的睡衣是不是都这么大件？没有诶，只有夏天。感觉我都穿得下，一定可以的。对，应该是瘦了，连续2个月没中，哭丧。对啊，1月跟2月中的人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就只能说他们运气太好，那大概卡妹这几天只能吃稀饭，还好诶，她今天是直接吃汉堡啊，好像是因为上面的牙齿的关系，如果是下面可能就是比较辛苦一点。6个月没做，oversize 也太闷，色气的，我今天才看一片，超傻眼。新封面，对呀，我的刘海大概1公分我就剪掉了。前几天在捷运站看到你们的影片，耶、yeah. 我去台北每天都看得到，有啊，被骗了。阿小 IG，他好帅，让我恋爱。阿小我不知道诶，他没有 IG。我本来还想说你们还没来过我家附近捷运站。祝你晚安，能被录卡片好开心。没事，咖啡谢送我樱花，朱天谢送我彩虹糖，没中就算了，回程车子还爆胎哟，够惨！谷歌面上还好吗？我从来没中过，加油，下次有机会。北极熊谢送我告白气球，对，我给你们满满的爱，对不对？我忘记，我上次就我记得我上次说没中的，我要给你们满满的爱。好好看的衣服，真的吗？公馆那边我是蛮出现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城普不够，没上过。一开始觉得一半觉得可能是愚人节，一半觉得可能是真的。哦，了解，半信半疑就对了。干皮蟹送樱花，智齿不是上下一起拔吗？卡妹的智齿好像只有上面而已，有些人不会长，我就是没有长的人。如果开心，我觉得值得了。欢迎晚安。哦，笑笑有中安安呢、哦。东南亚剧院隔壁那个巷子，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但是臭豆腐应该会让路卡跑得远远，有可能。谢谢上云送我许愿瓶跟花枝精粹，路卡好像不常叫我这个称号，耳机奖吗？我要怎么叫你比较好？我都可以，耳机奖、Grace 奖。今天回老家玩路好卡。哦，对哦，今天连假。以前在台大附近的混的时候，那常去那家某挂包吃。B 是只会讲这个吗？我唯一支持撸太郎。我确定这个月会中 Luca 的生日 T。对呀，有买我的生日 T 一定会中，一定会中纸笔。我也没中过，真的吗？骑到一半差点进田里，差一点就出事了，阿北，出事了，阿北，满满的爱都满出来了。博瀚晚安，八尾晚安，好奇想问一个问题，好啊，有满满的爱就够了，下次继续抽，谢谢你们。欸，我是不是留言念得很慢？我中安安跟 Luca 录6个月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确实没有关系。Grace 就可以哦，好，今天哦，
就是今天发生的那个事情，我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就是有人过世嘛，对，我不敢说很多事情了，对，就是只会就是是很难过，生日贴的卡片每张都写的不一样，对，每张都不一样，有几张长得很像，但是还是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什么的，反正我每一张至少有超过5分钟，画的至少有超过5分钟。有些就是真的有超过半个小时。剪纸条的衣服是自己配的吗？对呀、啊，就是我们会先讨论今天这次要穿什么，黑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粉红色的之类的。我的三鞋还没送到，卢卡帮我集气，好，加油！可是听说这个月很难抽中，今天跑到公馆挂包超爆多人就没买了。哦，对，我们去的时候外带的话好像要等比较久的样子。生日贴的纸笔卡片厉害了，卢卡卡妹拔智齿就不出去了吗？感觉特色几天就是我们不太可能不太会去外面吃饭之类的。这次捷运被小刘一骗到，我都这么难了，卢卡生日会位置要帮我做好一点。好，我会加油。豆花我还蛮常去吃的，豆花那家。店的豆花就是古早味的豆花，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花了半个小时的字笔？可能要很多颜色吧，但是不管是花5分钟，花了半个小时，都是有满满的心，我有满满的心意，所以每一张都是心意，都是很重要的。对，会没想到卷子的会去那边，觉得 Luka 的搭配都蛮好看。这3个月服装都很猛，应该很难抽。哦，对，巫女感觉很难抽。我的智齿蛀牙蛀掉了。阿元晚安，谢嘎晚安，谢谢送樱花，谢谢谢嘎送许愿瓶。Luka 纸笔都画很认真，对呀，我花很多很多时间，虽然我没有。我可能没有画得很好，但是想要花多一点时间嘛。昨天最后一集剪映指导，我看到卢卡哭就暂停了，不敢看下去。所以你到最后就不知道，一直都不知道结尾就对了。啊，看了就知道了。青鱼是真的真，是认真还是？我看一下，其实我还没有看呢、欸。我只有我不敢看这一集的 我看一下留言哈。其实太久以前拍的影片，就是。看了就有点可怕 thank you for taking me。我只有看到最后 我只有看最后，前面我不敢看。如果陪我的伤感，那时候我真的当了。可是那我是真的有哭一点点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不想过4月1号。开玩笑，还好我有先看日期。对对对，这个昨天看才好笑的。告别前面很惨吗？现有点在就忘，其出实我有发。点忘记。公馆站跟台电大楼站是同一天拍的，因为这是晚上嘛。因为前一集就是比较骑脚踏车啊，然后。跑一跑啊，然后被蚊子咬啊，比较辛苦一点，然后有点累，所以我怕我这一集比较没有精神，所以我不敢看没有精神的 Luca 的样子，差一点而已，看到结尾差点跟着哭了，非 常谢谢送我的四叶草，我看到他笑出来先笑死，大家好，我们是刘毅，那两个就在隔壁站嘛，对对对。看得出来你衣服一样，对
对，是上下站，对，同一天拍的。其实这样比较好了，就是不用，就是可以同一天拍很多集。显示图片哦，对呀、啊。我上礼拜先去过公馆站，但没去吃挂包。哦，了解。那家的我真心觉得蛮好吃的。我觉得可以选肥肉跟瘦肉，这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像我就比较喜欢瘦肉。我没忘记，好像是我们那时候好像是肥肉少一点，瘦肉多一点的样子。对，魅力包。我一开始真的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本来听到说捷运直达要完结了，第一个想法是你们少一个白吃白喝的机会。对呀、啊，其实真的每一集都蛮好玩的。嗯。我那时候就是要讲感伤话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心里真的在想，哦，可能这一集真的是，对，但是我们没有在里面说今天是最后一集，对，因为我怕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的真的会被真的就是，那点名的咯，我怕会当真嘛，哎，对呢。谢谢麦格莱曼送我告白气球，好久不见。谢谢小雨送我汉字精粹。就是有些话就是会怕，就是讲出来就会变成真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有说我们要讲就是感伤的事情这样，毕竟可以大吃大喝，还不会被 staff 姐姐骂，这机会真的不多了，眼泪白流了。这集直接不演，从头到吃到尾，很好吃哦，尤其是那个蛋饼真的很好吃。诶，是蛋饼吗？对，啊，对，给你们看，我昨天一开始好像被蚊子咬，然后流汗了嘛，然后我一直咬，结果变成这种红色的点点点点点点，这不是腋下，腋下是这里。好讨厌哦！我发现我开那么大的美机还是看得到，表示真的蛮惨的。那个蛋饼看起来让人流口水，对，真的很好吃。摇法圈吗？想看是不是？我想今天可能是衣服的关系。不太性感，蔬菜蛋饼感觉真的很爽。对，海苔真的蛮好吃的。我自己是很喜欢起司的，可是他们说如果下次会吃的话，好像他们说好像可能会点肉松跟海苔，可能是。起司味比较重吧，但是我很喜欢起司，所以我下次还是也会等起司口味。那个也很有名，那个很好吃哦。了解，这是湿疹吗？我是就是一开始没有，一开始不是长这样哦，我是咬一咬咬一咬，结果变成这样，好讨厌哦，而且很痒。对，抓过头了，没错。蔬菜起司蛋饼。配上酱超好吃，真的。里面的菜是高丽菜，这样好吃。你下次教蜜娜怎么咬法圈，以前她咬的时候很好笑。不会了，就算是睡衣还是可以好看。点肉松就少一个人来分了，可以搞个道理。对啊，我就不吃。湿疹的几率很高，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可是我昨天还是因为先流汗。
然后其实一开始有点点点，然后我摇一摇会更变成更红。想说昨天看一片都知道是假的，反而被小晴有其他通告被啊，那时候被骗到是不是？别干啥，先上彩虹糖。你那个应该是抓到快破皮，对对对对，没错，是破皮。可能涂一下药膏，吃药一下比较好。好的，现在不会很痒，好可怕哦。可是这个跟上次也多，我腿上不是有红色点点吗？有点不太像。那个闪现送彩虹糖，对，应该是流汗跟热，然后被叮。对，最近哦，我们家出现超多只那个蚊子，超讨厌。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以后不要小晴阿霞来就好。对不对？对呀、啊，现在出门一定要带这个。Una cool， 应该是流汗的关系。我还有露卡修热头巾。夏夏晚安，天气热起来了。对呀、啊，窗户没关好，有关，只是这个有纱窗。电蚊拍哦，对我们家有，可是那个反应不太好。绿油精好，捕蚊灯应该会听到很多啪啪啪的声音。我不会说昨天还是盖被、盖棉被睡觉啊？那边香港那边还是很凉吗？很多蚊子那壁虎是不是要来了？我感觉要夏天他们就要出现。对，我最近还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很讨厌呢、欸。两只手要轮流擦药，一边唱。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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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OK， 那就不要秀了。哦，有吗？好像没什么啊。这里有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可是不够明显，应该是你们比较脏。香港很热，还是你？还是小英那边开冷气睡是不是？最近也开始听到他们在开始叫了。衣服不，我不会觉得很可爱。美肌全开看看，不愧是有在运动的人，肌肉结实。有吗？还我怎么觉得我只是很瘦诶？我左边比较少，左边是拿麦克风的嘛，所以动作真的比较小一点。所以发达的都是右边。我倒是觉得可以。好，你昨天看我会跟你说有，但今天就什么意思？你说冷气吗？诶，不是，对过头的。你说肌肉，我昨天看你会说我有肌肉，是不是？什么意思？习惯用手比较脏一点，很正常。所以左手去也淋练一下，创造肌肉左右平衡。啊，你刚刚问我有没有肌肉？对啊，为什么今天你不会说我很重？啊，昨天与人啊。对不起，我有点忘记了。我平常不太会过愚人节的人，愚人节的人，就是呢，我想开，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不想说
别人会不开心的谎，只是很难想，大家都会开心的谎。谢谢笑笑送的告白气球。有可能是因为一号都常常被骗吗？也不是常常，我曾经有被骗过一次，就是他 IG 上，我的女生朋友 IG 上 po， 我交到男朋友了，就是很像男朋友的那个自拍照嘛，对对对。就是他有 po 现实动态，然后他跟有一个男生这样，然后说我们在一起了。然后我那时候被骗了。又该是说实话的乖孩子。在好吗？可是今天不是愚人节啊。笑笑很帅，可是这不是谎啊。有人在愚人节跟卢卡告白吗？告白了哦，你说曾经吗？昨天没有。哎，昨天没有人跟我说谎哎，很棒。想一下，曾经好像没有，应该没有。听起来是很空虚的玩笑。我很记得大学同学4月1号说他分手，结果真的分手。对呀，所以就是我真的害怕4月1号说的事情会真的会变成那样，所以我不敢说谎。如果你说你被骗了之后，对方是不是开始哭了？没有，我跟你们说，我那时候真的被骗，所以我就回他讯息说，哦，真的，就是。我就跟他说恭喜你，然后他问我，他就直接问我，你最近跟谁谁谁怎么样？然后那个他说的谁谁就是那时候追我的男生，可是我没有喜欢他，我就跟那个女生说，其实我跟他在一起了，然后那个女生她很惊讶，然后就直接跟那个男生一起。真好笑的，所以我也被骗，他也被骗。昨天开台的话，就会有很多粉丝跟你告白啊。可是这，所以你们说爱我，可是不行啊！你们昨天说爱我，表示你们不喜欢我，对不对？结果男的单子没有，男的就跟那个女生说：“我们没有在一起呀。”不是。男的跟那个女生，就马上回说我们没有在一起呀、什么的，然后那个男生就密我说，刚刚有一个女生说，女生就是刚刚有一个女生问他，就是我跟那个男生是不是在一起，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那个女生被骗了，我就很开心，对我们互相骗。先讲心，那Luca我们分手吧。我逻辑错乱，那个男生一定很难过。Luca 这样太纠结了。就想说，我那时候想说，我也好想骗那个女生哦，我要怎么说比较好？坤坤晚安，小吴谢谢送我来签到，说爱你不用因为日子。对呀，那我今天说卢卡我爱你，谢谢。如果说就会说是哦，对哈、哦，我刚刚是这样讲，后来我跟他也没有在一起，好笑。他哥晚安。一宿。而且很好笑的是，那个男生，他跟。就是我的女生朋友，他们 LINE 的
聊天记录直接截图，然后传给我，然后跟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问我？晚安，哒哒哒哒哒，怎么了？怎么了？点点，以前呐、啊，以前不是今，不是现在，我学生的时候的事情。他会不会在看直播觉得难受？应该不会吧。那个男生也交到女朋友啊，恭喜他。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男朋友，但没关系。后来男生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对，我一开始觉得其实那个男生跟我的那个女生朋友也不就是感情不错，对。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也就是观察他们，但是，他们只是个好朋友，不是那种关系。我觉得男生有点可怜，拍拍场子也被榴弹打到，好惊醒！我不是那个男生，没事，卢卡还有我。那个男生应该会倒在路边哭吧？要一个说着说着就成真的案例吗？不是啊，不是。我想一下，那个女生朋友现在好像还是个单身，对，对，后来就是交到男朋友，交到情侣的，不是，交到另一半的就只有那个男生而已，我跟那个女生朋友都没有，所以那男生跟你的女生朋友有在一起？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男生跟。别的女生在一起，对，因为那个女生朋友跟那个男生朋友感情也不错，但是我在想说，对，他们只是单纯什么求 IG， 对，什么朋友要认识一下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超级弟弟晚安，谁叫你们要玩弄那个男生？对啊，最后就是。最后达到快乐的就是只有，就是最可怜的我们这种坏女生，我们这种就是四月一号说互相说谎的坏女生不会交到男朋友，对，所以那男生的下场也不错，还有交到女朋友，对呀、啊，以前我朋友有女生四月一号跟他告白。他以为是开玩笑的，就拒绝了。没想到女生是认真的，干嘛也要选对日子。对呀、啊，女生也有可能，女生也就是，就是一半一半吧。那女生可能就是想，就是试试看，四月一号，就算被拒绝，也可以说愚人节快乐。可以介绍你那个朋友给我们认识吗？漂亮女生的隔壁女生一定也是漂亮的。不行啊，德全有女朋友，为什么要认识？大闹三晚安，那个女生朋友的 IG 不告诉你们，没事让他们去吧。卢卡就嫁给我了。卢卡不喜欢那个男生，但如果他追卢卡追四五年，卢卡会答应吗？你说如果我没有参加 AKB 吗？然后他追四五年，很难说哎、欸。可是当时是真的，我怕他之后会看直播，我也不敢说什么坏话，我也不想说坏话。因为不能跟卢卡在一起，那卢卡帮我们介绍女生总可以。我要介绍我的朋友，是不是？可是听说女生介绍的女生都是比自己不好看的，你们 OK 吗？可爱的卢卡身边的一定也是可爱女生。卢卡，我喜欢你，请跟我交往。四月一号过了，当然是我是不行，我在替甜甜圈们，德全这样 OK 吗？卢卡会因为很长。
时间的追求本来没感觉会有。哦，这样问可以，我想一下哦。很长时间，还是要看人。对，还是要看人。但是呢，嗯，我觉得啦，如果相处很久时间还是没有感觉，未来也一定不会有感觉。嗯，除非他改变了很多。但是通常这个年纪的男生跟女生，过了很多时间，基本上不太会改变的，顶多会变成熟一点。嗯，太多人都要认识可爱的女生，我认识露卡就好，嘿嘿，也没有比露卡好看的女生，谁能比露卡好看？谢谢露卡桑。露卡如果介绍可爱的女生给粉丝会吃醋，那你介绍可爱的男生给他们吧。可爱的男生呢、哦？我也没有认识很可爱的男生。想一下、哦，嗯，不会啦，露卡等级这么高，差一点也没关系。本来世界上就没有比露卡好看。你们愚人节已经过了、哦，嘴巴好甜哦。认识太多人好麻烦，我还是选择露卡好了。啊，不对，卡面应该比露卡好看。嗯，乖乖晚安，我只爱露卡，你介绍再多女生我也看不，我也看不上。爱你。我以前高中追女生，还跟她说我不看动漫，不打电动。我现在想到笑死。啊，你说你跟那个女生说，如果我跟你交往，我绝对不会看我动漫或是打电动，是不是？还蛮好笑的。我还以为，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那个女生跟你要求，就是你不要，我以为那个女生跟你说我不看动漫，也不会打电动，所以我没办法跟你交往之类的话，结果不是，是你跟她讲的。Plus 晚安。愚人节过了，所以现在都是真话。我不行了，好尴尬，笑死。高中的时候嘛，没事的。嗯，打电动哦，嗯，这样的我是没有听过这样，可是我有听过，为了你，我不会抽烟喝酒。这个的话我有听过，高一的时候，我觉得没事，还是不要乱说一些做不到的承诺。所以对小月来说，那是做得到的事情，还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以前为了追一个女生，戒掉脏话好几个月。哎，可是这样好像不错。然后那个女生，啊，然后你追别的女生的时候，你就开始讲脏话，是不是？还是那个女生交到男朋友，你就开始讲脏话？因为她说我讲话太难听。哦，了解。什么呢？露卡有梦想中的告白吗？那种观想像是微笑的那种。梦想中的告白哦。写下来哦。嗯。等一下，想想看哦。啊，呢，不对啊，是不是梦想？なんだろうな？怎么我好像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以小时候的梦想中的告白跟长大后的梦想中告白是，我觉得不太一样。嗯，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不会说。高中班上没有女生。哦，你说 Sega 读男校是不是？卢卡，反向逻辑我服了。他说我戒掉就考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么的用意，了解。之后开始用脏话，之前那个女生。那小时候梦想中的告白是什么？小时候梦想中告白是，我们坐摩天啊，蚊子。
耶！好吧，等等再跟他战斗。小时候对坐摩天轮，然后最高的时候跟我告白，而且是晚上，不是白天。对，小时候都比较喜欢童话故事里面那种告白。可是我现在的话，我不会要求很多，只会要求希望我未来爱上的男生会爱上我就好。希望很多人在身边，还是两个人思想啊？不要很多人在身边，绝对不要，我会很丢脸，我也很害羞。小时候可能会从，长大后就。跟你讲晚安，我高中的心理女。对啊，这几天蚊子很多，刚刚反应好大。对啊，它飞在我这里耶！原来喜欢两人世界，还是旁边一堆路人，请嫁给他。不要一堆人，拜托。我知道日本会这样子。不要，やめてほしいです。亲谁是告白，然后亲下去。现在会卡吗？云霄飞车一点都不浪漫。我猜那个男生也会乱叫，不会跟我告白。大陆神最高点的时候告白，我一定会骂他。雨下低沙手那种情。进不行吗？你是第三首，可是那是女生告白男生的。如果我喜啊，欢迎你对，说不定就是如果我喜啊，然后我说，我刚刚不行，对。所以你们刚刚卡到没听到是不是？对，我不喜欢 flash， 我不喜欢 flash mob， 会很丢脸。对，两人独自浪漫就好。这也叫太久了。什么欧姐的？其他的都一样的。propose 么 flash mob 也没得呼吸。现在会讲完的，以前我喜欢你，这样吗？这大陆神已经降到地狱了，又卡了。アイコンの写真変えました。もしかして台湾だっけ？太郎さんは、太郎さんカカですか？蚊に刺された絶対今。一下卡一下顺。まあ最近ま。最近天气比较热，所以，手机比较烫。而且我开播前忘记充电，现在只剩41%。我平常开播都是会充到100，所以我先充电看看，不知道会不会好。如果不好的话，我 WiFi 直接改到我 WiFi， 我的 WiFi 改一下。我觉得讲完我喜欢你不敢讲其他话的几率大于我在那边啊，看吗？我开始充电。41%可能关播就不能玩姜饼人那个，对，真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按其他，我玩其他游戏我按其他地方，不是，我30秒没有玩，它会我的手机会自动关机，但是姜饼人那个，就算我没有按，它会一直
持续那个画面。还是很卡吗？只能这样咯，等我一下哦，我的手机呢？哎，好凉，没有卡哦，太棒了，太棒了！但我还是开个网路。我其实今天要买冰淇淋，这几天我真的吃饱。你们知道 M&M 的巧克力吗？那个是一颗一颗，但是那个巧克力变成，巧克力版，那点的伊达巧克，就是一条的巧克力。我昨天跟今天吃了两条，那个很好吃。那个会对着电风扇啊吗？以前会，现在也会。对对对，M&M 巧克力不是巧克力球，就是一片，对，一片的那种。那个会主动告白的女生吗？就是那种主动给情人节巧克力。我想一下哦。我人生中好像只有一次告白 而且对方到现在没有回复 好像我忘记国中的时候吧，国中的时候，对，所以我算是被动的 雷神巧克力奶酪，对对对对，应该是吧？对，不是吉利巧克力。Luca 应该是被动，对啊，应该是 Puppy Love，没有眼光的男人，对不对？没，当时是蛮难过，但是现在觉得哦，就是小时候的回忆，蛮可爱的。我忘记，好像是他要转学吧。对，他要转学，然后我就想说，我最后就是跟他说一声好了，对，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谢谢啊，然后我没办法跟你交往，他什么都没有讲，就是他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的样子，就是已读不回，那时候没有 LINE 嘛，就是只有 email，对。这么好看的是，我会把它没事。我国中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那我现在回复可以。我国中的时候还拒绝女生，可是我怎么这么笨？好险他没眼光，对不对？我也这么觉得。いずみこなった。其实日本人都会。周りの人たち見る目ないの。俺が同級生なら毎朝来る。そうなの。見る目ないのみんな。ありがとう。过分还不用觉得很过分了，我那时候也没有，就是就算他喜欢我，我也没有要跟他交往的意思，对，因为他要回没有，我还是我那点对，可是他假装就是没有看到那一，因为他用电子邮件告白，对，我人生中。我唯一一次的告白就是用电子键 这样很好，开放式的结尾也没在一起，也没有拒绝，这样会对方永远保持美好的回忆。对啊，虽然根本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但是 我以前都没在看电子邮件呢 有时候就是想把心意说出来，就像我高中，对对对对，想说什么都没有讲，然后拜拜，好像有点奇怪，明基晚安，现在还是很卡吗？谢谢小吴送我214爱你，谢谢青云送我樱花，嘿嘿。
そう、懐かしいね。あ、好可怕哦！是几年前的事情呢？10年前了吗？11年前呢？好可怕！哎，不是12年前，哇哦！难怪觉得，感觉这件事情上辈子的，就是感觉是发生上辈子的时候的事情。12年前のことなんてもうなんかもう、なんだろう、自分の人生のって感じがしないのよ。もう前世の記憶なんじゃないかみたいな 気持ちになる。想说都知道结果了，不如把想讲的讲一讲，才不会有遗憾，也不想骗自己。对呀，以前初恋是用即时通跟他告白，现在回想当初他怎么会答应？哦，说不定他也没有看电子邮件，没有。我以前跟他们聊天，电子邮件，对，然后就是那学期要结束的时候我就顺便跟他说一声而已。国中的话，差不多10年前，现在的小孩子可能就会看电子信箱。现在的小孩子会看吗？网络时代进步太快了。顺便，王佳瑞晚安，就是。以前还是会就是好好的聊天呢，又不是什么暧昧关系，就是普通的朋友。顺便，我应该要怎么讲比较好？我原本想说用飞鸽传书跟路卡告白，后来想想那肯定被拒绝。你超讨厌那个，对呀、啊。是蛮浪漫的，但是我就是讨厌鸽子，因为那个传书，你们知道有没有信要看他们的脖子，他们的脖子有信，就是如果有哎，等一下，如果看到那个信，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鸽子抓，然后这边 要拔下去，拔下去，很恶心呢。瑞卡看到鸽子会把它赶走，没错。我喜欢猫咪。那下次换乌鸦看好了，不行，乌鸦更可怕，它们会攻击人。麻雀传说应该永远收不到。猫头鹰。啊，脚上吗？有点忘记了。啊，对，脚上，好像在脚上。我猜一下好了。なんていうんだっけ？電車バト。卡妹传书啊，新卡妹，哎，真的啊，好恶心哦！我看到他们的照片，哎，好恶心哦，啊，好怕！哎，这，对对对，我不要再看了，我不要再看，好像真的是绑在，真的是绑在脚，真的是绑在脚。冰山公猫啊！不行啊，真的可怕！もう電車バト調べたら鳩が出てきて気持ち悪い本当。見なきゃよかった。是看到什么？就是鸽子啊！我看到鸽子。そう、電車バトについて調べてたら、私鳩がすごい苦手なんですけど、鳩の画像がブワーって出てきて。到底有多可怕？鸽子还可以。不，我不喜欢它们的颜色跟眼睛。凤姐会直接把那个书会直接把那个书吃掉。鸽子为什么那么大？哎 鸡肉又不是鸽子的肉，那如果是乌鸦，然后它会叫出南南东的叫声呢？南南东，乌鸦，乌鸦我也没有很喜欢的，它们很凶哎，叫的又很大声。瑞卡不喜欢去中央纪念堂，对，不敢去。
ハト苦手なんですよ。そう、ハトとフラッシュモブ NG でお願いします。你想想看，如果对 flash mob， flash mob， 我忘记中文怎么讲，就是路人突然会跳舞啊，然后就是帮他呜的那种，就是感觉做了那种事情，不敢在大家面前拒绝，就算自己不想结婚，可能当下说可以，然后他们都。解散了之后，我就可能跟他说：“哎、欸，我还是不想结婚。”这样，日本乌鸦真的蛮大只。我刚刚上网打鸽子眼睛，我直接关掉。感觉日本的乌鸦完全不怕人啊！对，快闪快闪，鸽子眼睛是红色，红色吗？忘记了，白色鸽子眼睛是红色。那灰色的那个我就忘记了。谢谢 P 上送我 love。啊，好恶心啊！我刚刚也惨了，先接受再拒绝。鬼灭的乌鸦会叫错方位哦，我没看鬼灭，对不起。鸽子的眼睛是红色，好恶心。不确定的话再确认一次怎样？对啊，我刚刚再确认一次，不行了。你不是会怕，怎么还惨？我看过最恶心的动物是山羊，山羊的眼睛更可怕。我看一下哦，鸭子我觉得还好，应该没有比鸽子可怕吧。对，心就不要馋。哦，还可以，比起鸽子，鸽子脖子的颜色确实蛮恶心。对，真的，小时候不会怕，长大就开始会怕。如果听到金鱼的叫声会怕吗？金鱼是什么？库吉拉吗？就是这边会噗的那个，应该不会吧？我没听过。山羊眼睛会有想要投币进去的想法，好特别的想法哦，有点像什么魔物。如果是不是喜欢看恐怖片？没有恐怖片，我上次有说过嘛，恐怖片没有内容，所以。我不喜欢就是看完也不会觉得就是学到了什么，嗯看大阪的蝴蝶更可怕。蝴蝶啊，蝶蝶啊，ぐらい。哦，是蛮恶心的。对，嗯，我怕我看一看会讨厌蝴蝶，嗯，有一点恶心，恐怖片的内容就是要吓你，对，zombie片算恐怖片吗？应该吧，我很少看，我觉得鸽子可怕的地方是嘴巴上面白白那两块，很多很多都是可怕。那边也很可怕，然后脖子这边的颜色也很可怕，然后他们的走法也很可怕，然后他们平常都是集在同一个地方，对，然后飞，他们很奇怪，其他麻雀都是看到人就会飞走嘛，可是鸽子就不会呀、啊，我们吓它，他们才会喷，有时候我们没有吓它，他们会突然飞起来，真的很可怕，真的不懂鸽子在想什么。谢谢双元送我偷偷喜欢你，ありがとう。看来刚刚这些东西晚上要出现卢卡的梦里了。对呀、啊，不要这样，大家。学校的鸟类都不太怕人，习惯了。嗯。宛如晚安。好，我去拿一下冰淇淋。我有点啊醉，好热。如果不说我还不知道鸽子那样很奇怪。对不起，我觉得卢卡刚刚的反应很好笑。好啦，等一下。
红包，谢谢 Sega 的红包，耶、yeah, ！我也抢到了。恐怖片没内容，那不然看完《请礼拜三的 Downtown》是有学到什么吗？那是什么东西啊？礼拜三 Downtown 吗？就会学到很多，很多鞋子啊，至少我会开心，对，然后压力会解放，但是恐怖片看了又不会开心。鸽子脖子那个毛色是他们选美比赛重点之一，他们还有什么选美比赛？对，既然还有了。嘿嘿嘿 ，Is on my tweaks。上次 sneakers 吗？这个也是一个很蛮甜的巧克力之一。一下，哦，原来这个有汤匙。那吉萨刚才你写的那才讲很爱看肥肥的歌词，我没办法理解。恐怖片会看得更有压力，对呀。M&M 口味的我没看到欸，我只有看到这两种 ，sneakers 跟这个。欸，真的很甜，比炭烧栗子口味还要甜。蚂蚁人专属冰，对，好像。我们家以前有养硬狗，每次说话它都不说，后来才知道它是不会说话的那种。哦，对，硬狗好像也有分会讲话的跟不会讲话的，越甜你会越开心，那不一定呢、欸。我没有很喜欢巧克力蛋糕，不知道为什么。提拉米苏我可以，可是巧克力蛋糕。嗯，巧克力我很喜欢，蛋糕我也很喜欢。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医生才说檀烧栗子冰超级难吃，我是觉得蛮好吃的，就是很甜。看过鹿港后觉得世界上没有更甜的东西，谢谢你。所以这个你们觉得甜吗？鹿港不喜欢巧克力蛋糕，量有点少，是吗？还可以啊，59块。食たくなるルカちゃん可愛い。ありがとう。嗯，蛮甜的，配爆家的那种巧克力熔岩蛋糕好吃哦。那种的我应该可以，我觉得甜度刚刚好。ルカ是只要有甜就60分起跳的那种，不一定耶，要看哪一种甜。每次看到鹿哥在吃冰，有吗？想说我太久没有吃冰，布兰妮超好哦，布兰妮我可以，但是想说什么？有买给卡美没有？如果去85°C，我绝对不会吃巧克力蛋糕啊。应该说我没有很喜欢巧克力奶油，嗯。就会可能第一口会觉得好吃，但是吃到一半可能会真的会腻。那可以会挑吗？感觉只要甜都会，我会挑啊，我一定会挑。嗯，嗯，这个也不错吃，但我比较喜欢 sneakers 口味。sneakers 口味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花生有花生的味道，这个就是焦糖跟巧克力。嗯，我懂，卢卡喜欢巧克力，但不喜欢巧克力拿去做蛋糕。对，没错。那还是要看啦，看哪一种蛋糕。黑森林那种我就不喜欢。这个花生味比较
这个好像没有花生。我不喜欢那种的，里面夹奶油跟蓝莓。哦，真的吗？奶油跟蓝莓，蓝莓口味我是蛮喜欢。带点苦味的，好好吃。我妈很喜欢吃70%以可可70%以上的巧克力，可是我不喜欢。我喜欢甜甜的巧克力。看样子是不喜欢巧克力跟奶油搭配，应该吧？巧克力慕斯我会很腻，吃到很腻。德国甜甜师做的正统黑森林蛋糕超好吃哦，正统的话说不定我也很喜欢，便宜的黑森林真的不行。好好吃。你没有玩过啊？对，我想问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线上可以交到女朋友的那种游戏吗？可是那个女朋友不是真的人，就是可能是 CPU AI 好了 AI 但是可以跟她聊天。有玩过吗？不是交友软体，恋爱模拟游戏，对，类似的，对，就是我打什么，我的性格よく話すよ，そういう感じ，不是琳娜，不算是女朋友吧，就是你说了什么，他一定会回复，CPU って言わないの？AKB 粉丝大概都玩过48/1或是140/1。小迪之前现在好像有过类似的那样。对。类似 Siri， 对。可是 Siri 又不是你女朋友吗？玩过以前 AKB48 出的 PSP 恋爱游戏。可是他会回复你的。你讲话的内容呢？日本是不是有一个这种人工智能语音结婚？好像有诶，我知道有人跟初音，Hatsune Miku ちゃん结婚，没玩过好吧？通常都选项给你选。Luca 想要一个是吗？不是，只是想问你。不过这种有什么会听不懂就会乱回。Tokimeki Memo 就是不是游戏，很像 Siri 啦，对。反正日本有这样的游戏嘛，对。我昨天就玩了那个，可是那个要氪金，我就是免费仔。就是呢。那个游戏啊，先选你觉得比较好的角色，男性角色，然后一开始选你要跟哪一个男生聊天，然后我手上有10个章，一张可以跟他聊天一次，然后买了那个章，就是可以跟他聊很多次。但是呢，我就是免费宅嘛，只有10张，表示呢，我只能在线上跟那个男朋友，只能聊10次话，对，10次话，没错。你要选光头肌肉吗？没有。说那个什么，什么なんだろう、仮の彼氏ができるみたいなゲームがあって、まずその。どの彼氏、どの男性キャラクターがいいか決めて、したら LINE みたいな感じでね、自分が何か打ったら向こうが帰ってくるみたいな。で、その AI がすごく良くて、基本的に会話が成立するんですよ。それでも、1回話すごとにチケットを1枚使うんですけど、
そのチケットは買わないと手に入らなくて、まあログインボーナスでも貯めることできないですけど、まあどっちにしろ私は最初10枚しかなくてね、10枚しか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の10枚でその人とどこまで行けるかみたいな。对啊，就是对一次只能聊七秒。哎，是七秒吗？我不知道哎。再唱一个又有十张，不是，就是不能一直跟他有，就是呢，一开始他们游戏有设，你们现在在哪里？然后现在要跟他聊天什么的。嗯，如果想交模拟男友是不是？没有，我就想玩玩看，别人说很好笑啊，不是很好玩。嗯，然后那个设定好像是一开始。就是主角跟她男朋友要去温泉旅馆，对。然后，可是呢，你们想想看，只有十次的聊天记录，如果呢，进去温泉旅馆前一直都在聊天，我们泡温泉前就是直接结束，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氪金才可以，就是继续跟他聊天。結構いいペースじゃん。時間の聞いてあるね。その最初の設定が、その彼と温泉旅行に行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って感じで、私の会話次第では、本当に更衣室に着く前に終わっちゃう可能性もあるのよ。わかりますか？で、お金払ったら、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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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に進めるみたいな感じで。10枚しかないんですよ、10枚しかなくて、そうだから会話の内容によっては本当にもう門をくぐるまでもいかない可能性もある。で、所以呢、因为那个游戏呀、聊天内容是自己想的、然后他会回复。所以如果我前面聊了一堆屁话、我们可能进去更衣室前就是会结束，直接完全没办法进去下一步。对，对我先吃一下好了。全年龄没错，不要想太歪哦。对，是全年龄的，放心。所以我也不能打很，就是很。我也不能打太难看的字，对，所以要我昨天一直挑战，就是因为我只有十张，我想说我用十张可以到哪个进步，哪个，我就挑战可以到哪个程度。可是第一次我真的，我进去之前一直问他。哎，等一下要去哪里嘛？哦，好开心哦，好开心哦！然后我就是十次的聊天全部都用完了，所以我就是换了角色，哎，不是换了账号，重新玩。第二次我们就可以进去更衣室，然后更衣室讲一讲，然后那个男生说：“好，那我们去泡汤吧。”然后我的券就没有了。哦。然后第三次呢？对，第三次，我终于可以泡汤了。然后我跟他，然后后面说啊，对他突然跟我告白，对里面的那个就是模拟男朋友突然跟我告白说，然后我回复他之后，然后说，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然后就没券了。就是永远都没办法做，就是下一个进步，对，就是没办法答应，因为我没有证。对，你们可以玩玩看，看能不能就是看看十次的机会能不能跟那个男生结婚之类的。对，挑战，关键是。时刻没卷哭了，对，没错，所以要再玩这个。
因为别人说很好笑啊，说那个1回目は更衣室に入る前に終わっちゃって、2回目は更衣室に入ったんだけど、温泉入る前に終わっちゃって、で3回目はもうだから喋る内容がどんどん早く温泉行こうとかになっちゃう。どんどんどんで、いや、温泉に入れて、彼とも付き合えて、じゃあ次何しよっかってなったとこで、終了。あー、好。如果被发现很会跟男生聊天就不妙了。对呀、啊，表示我很不会跟男生聊天，那说不定给卡妹玩，他们就可能，对呀、啊，用十次嘛，对，他们可能第九次就可以跟他结婚什么的。原来 Luca 在练怎么跟粉丝聊天，不，这个不算练习吧，反正这是游戏啊，对，所以想说你们有没有玩过这种游戏？我们玩这个不能被狼妈看到，不然她会以为儿子多了新的兴趣。卡妹搞不好五句就 OK 了，对啊，卡妹搞不好就是第三句他们就泡温泉，然后就是嗯。Luca 把大家当女生就好。我说我们粉丝啊，如果粉丝被发现很会跟男生聊啊啊、哦哦、了解了解，这种的还没有真的玩过，我觉得女生的比较少。我相信男生就是给男生玩的游戏比较多，嗯，可是那个游戏是，就是小朋友也可以玩的，所以，嗯，不会太母汤，对，そうなのよもうね。昨日の夜は、昨日の夜というか、エイプリルフールは嘘をつかずに、そのゲームで、ね、AI のその人と、そう、10枚でどこまでいけるか、検証してました。这种游戏我想开发上的主要客群还以为是男主为主。哦，不知道欸。结果发现粉丝都会过关，因为他们都爱上这游戏开始氪金。我是不会氪金的，对。但可是我一定有女生，一定有就是男主角的版本，嗯，你们可以玩玩看。台湾的 Google Play， 哦，我查一下好了。如果只有日文版的话，我不会跟你们说。あ、そう、太郎さん、ちょっとチャレンジしてみて。そう、日本語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え？没有中文版ね。对不起。うん。谢谢旅館送我金牛沙因尼尔闪月。好可爱的特效。只有日文版也可以啊。タイトル分かればやる？やってくれる？でも言うの恥ずかしい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じゃあ、お返しはある。谢谢送我小熊棒棒。好奇Luca说了什么才能泡温泉？啊，我就说，哎，我们不要，我就跟他说。欸、我今天好累，我很想赶快泡温泉之类的，直接讲，嗯，要用日文跟他聊天，对，没错。如果我明天生日，嗯，4月3号吗？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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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馆生日快乐。有没有卡？没有。旅馆变成几岁了？你是比我大一两岁吗？有点忘记。恭喜你，今天就可以泡温泉了。嗯，对，基本上。可是要看他说什么。对，有时候他突然说：“哎，可是这样我们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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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对，就是一定要赶快叫他，就是，对对。赶快叫他脱衣服。
说不定我比卢卡小，真的吗？生日快乐！谢谢旅馆的红包，ありがとう。哎，我没有卫生纸，这样我要怎么？少废话，直接来。对对对对对对，直接说，这样才可以，就是去下一个步骤。嗯，可以跟他说我是未来来的，你要赶快答应我，不然我就会有会。可以可以这样讲，就是不管我讲什么奇怪的话，就是很奇怪的话，他都会说，他都会回得很顺。对，真的很不像我跟 AI 讲话。啊，見つけたっぽい？本当？そう、なんかアプリのやつじゃなくて、多分ネットでやるやつ。第一站俊，快给我投！没有我，如果我这样讲，那个假男朋友可能会回：欸，我们都还没进去，我们都还没进去旅馆，怎么可以这样呢？什么？对，然后就是。会浪费一张券，嗯，现在进步这么进步，对啊，我第一次玩的时候也吓到，我是因为看别人玩，所以我想玩玩看，这人工智慧是不是有点强？嗯，そう、太郎さん遊んでみて、でどんなコメントをしたのかちょっと見たいから、できればストーリーかメッセンジャーで送ってください。其实工藤さん回的。听说不是，你们真的要玩吗？哎、欸，我有点害羞。太郎さん可以打字吗？可以帮我打字吗？对，那不是 APP 里，那不是 Apple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里面有的。想再来练有没有关键字？意外と古いゲーム。そうかもしれない。多分一番流行ってたのが2、3年前かな。我来看看他能不能通过图灵测试。对，听说还可以传给他照片的样子，可是这样就会浪费一张卷。结果是卢卡在后面回。老游戏，就是你可能是两三年前有的，快吃完了。我记得有个神灯游戏蛮厉害的，都是能猜得到你在想什么。嗯，あれかな、アキネーターかな？是要有一个什么很像阿拉伯讲，那地名的神灯精灵。嗯，阿妈。我查一下神灯精灵，对对，阿拉丁，是那个吗？神灯，哦，对对对对对对，阿吉乃多吗？我有玩过。你在想谁都猜得到的那个？对，我在想卢卡有被你猜到吗？卢卡有被你猜到，这个大家都有玩过吧？我没有玩，我没有用过我自己，我的应该没有。思雅前辈说不定有。我明天也是生日，哇、哦，两个人生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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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博翰生日快乐，嘿嘿，生日快乐，嗯，
我好像有在上面查过卢卡，找得到吗？通天呢？あ、もし本当に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ら、あの、終わる前に私、打ちます、字で。喋るとなんかあれみたい、あの、そのアプリをみんな、なんだろう、そう、今ね、会社の名前とか言うのちょっと禁止されてて、そう、なんか、某ハンバーガー店も、マクピーナルドみたいな感じで言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在一起，在一起。可可妹三堂，我玩过找不到卢卡，我应该要加标点符号的。我在想卢卡是一句，找不到只好自己新增。现在变这么严了，嗯，对，就是怕别人会以为我们在业配呀、代言啊什么的。这里的大家要多去玩它才会学起来，了解。所以其他成员有吗？他好像问七题几乎都答七题哦，那我玩玩看思雅前辈。他住在日本吗？没有，他是台湾人吗？对，他有超过30吗？没有。你秒速的对象认识你吗？他问我，你秒速的对象认识你，是认识没错，可是他是认识我，可是一般人，嗯，嗯，可是我觉得我按 no， 我按 yes， 他应该想不出来。这个神灯可以自己新增人物，看他的问题不要念哦。好，不会，是认识没错。啊，还是现在不知道好了。你秒速的对象做出过，看不懂，应该是没有。每集不是，玩跳舞机，他会玩跳舞机吗？不会，因为一题不对就找不到。哦，真的吗？他应该不会玩跳舞机。谢谢博翰带我送我带我走。跟你很熟悉吗？我跟他熟悉啊，可是一般人跟他不熟悉，对吧？啊，不知道好了。他有儿子吗？没有。他是学生吗？他是学生吗？不是哈。游戏实况组不是。他是歌手，没错。对象名字里面有子吗？没有。女孩团体的一员吗？对。韩国艺人不是。对象常常调查东西吗？不知道欸，应该没有吧。没有好了，谢谢送我大佬喝茶。哥哥妹三三人中的艺人不是。有成为学生，但现在不是学生。五人组中的艺人不是。应该不是，我看不到，我看有的看不懂，一个两人组合，应该不是。他有上过娱乐百分百吗？应该有吧。
他是演员吗？他是演员吗？不知道好了，感觉他有演过戏。哦，他问我他的姓是陈吗？有，是是，有啦，哦，哎，他真的猜得到，哎，好厉害哦！而且他被查过42次，哇哦，好厉害！第几题哦？27题的样子，我有点忘记了。有了，有这么厉害哦？原来有被查过，对。换我吗？好，我下次再查好了。已经时间快要结束，原来要这么多哦。雅思雅前面的知名度还是有的，没错，太强了。一首，哎呀，我要念贡献榜喽。第十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九名是小吴，谢谢小吴。第八名是可可妹桑，谢谢可可妹桑。第七名是烈冠桑，谢谢烈冠桑。谢谢旅冠送我跟着翻糖去旅行，谢谢 Lingo 送我云游日本，谢谢你们，好险你有赶快先吃完，对，嘿嘿。我看一下现在第一名哦，排名变了，我看一下哦。プレスなんとか的な名前、チャット型ゲームとかいう、あ、違う、多分違う。あ、いや、後で文字で打ちます。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海感压线。等一下哦。对，第十名是小吴，谢谢小吴。第九名是可可妹桑，谢谢可可妹桑。第八名是烈冠桑，谢谢烈冠桑。第七名是马克拉玛，谢谢马克拉玛。第六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五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四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三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二名是帅爷，谢谢帅爷。然后第一名是旅冠。谢谢旅馆，生日快乐！没有我了，哎，刚刚有你吗？第十一名，哎，对，刚刚有你，对不对？恭喜大家，谢谢卢卡直播辛苦了，晚安，谢谢大家。じゃあ最後に打つ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どうやんだっけ？发言。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对，听说你们 IG 打字都正常吗？我朋友他们好像现在没办法打中文，也没办法打日文。你打那是什么呀？我刚刚打错，只是 iPhone 啊，只有 iPhone 哦，难怪我两个都是用 Android。我们家只用安卓，所以没有问题。打什么都只能打符号，现在更新完可以了哦。好吧，那没关系。iPhone 今天更新完就 OK， 更新后好像就变那样，我没更新，我都只用 Phone。OK， 等一下哦。对啊，不关我的事，因为我用安卓。Luca 现在看起来像短发，有吗？你想真朋友不能打字，想恶作剧吗？才没有。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じゃあ太郎さんがどこまでそのその男子と男子じゃないわ、間違った。そのコンピューター上の彼氏さんと。行けたのか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よいしょ。
Luca， 我昨天 IG 没有收好，谢谢晴雨。昨天 IG 啊、哦，我有看那个 LINE 的头贴，对不对？そう、あとね、なんかキャラクターによって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が違って、なんだっけ、どのキャラクターか忘れたけど、なんかある日、間違って他の人を選んだら、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なんかね、その、彼氏の家からスタートとか、学校からスタートみたいな、そう、ちょっと違うみたいだから、ぜひ私が遊んだあの、ね、温泉旅行のやつで遊んでみ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好，我要关播了，大家谢谢今天陪我聊天。 Luca 今天感觉是适合嘟嘴哦。好，跟着冰淇淋。欸，我还没好好的吃完，感觉还可以吃。还有初次地差异，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选了青梅竹马那个角色，一开始的地点嘛，对，一开始的地方就是他的家里，嗯，是要就是你要看选哪个角色，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都那啥，对，初次地会不一样，所以如果故意选温泉，没有，我刚好选的那个男，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AI 就是温泉，刚好，真的是刚好，我真的没有想。青云晚安，ありがとう。卡丘拜拜，暗红晚安，小易拜拜，樱桃猫拜拜，笑笑拜拜，豆草拜拜，嘉阳拜拜，谢哥拜拜，绿哥伞拜拜，双元拜拜，阿翔拜拜。选温泉才能检定肌肉，可是他我们又看不到，我们就是只能用打字。对呀、啊，看不到肌肉，对不起。绿冠伞拜拜，绿冠拜拜，帅眼拜拜。走，本丸美子拜拜，浩一拜拜，酷妹三拜拜。刚那个游戏跟我说资料库没录到这个人，嗯？什么意思？什么是资料库？啊哦，阿基内达吗？Bingo 拜拜，博翰拜拜，克里斯拜拜，泰罗桑谢谢送樱花，笑笑拜拜，泰罗桑再见，闪了啦！赶快新增啊，等等 Luca 就玩得到了。神灯游戏好，那我再玩玩看好了。其实他一开始问我你跟他熟吗？我跟他熟啊，我认识他。哎，算了算了。新增完还要查很多次才行。OK， 那我也会玩。但是你们不要加照片哦，不要加照片，对，拜托。OK， 加点，辛苦大家了，明天见，拜拜。你比较特别，下播后来多查几次，下次玩就被查几百次了。加新闻的赞，不行不行。我还想要用什么照片？小新闻やめてください。新闻照不行，我宁愿用成龙的照片。新闻照真的不行。結果報告は文字だけにするね。あ、違う。そうじゃなくてね、あのゲームじゃなくて、そのアキネーターのやつで、写真なんだろ、アキネーターって知ってますか？ゲーム、PC が私が何考えるか当てるみたいなやつで、あなたが考えてた人は見当たるかですね、の時に出てくるあの写真。あの写真別にいらないからねって言ったら、みんなが昔私が大学生の頃にニュースになったあの写真使うとか言って、いやそれはやめてって。我刚刚玩了之后出来是平衡。你描述的角色彼此知道吗？哎，真的要放成龙吗？我说不要放我照片。啊，ごめんごめん了解。嗯，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そう、なんか案外男性の方がなんかどういうこと言ったらこの男性が喜ぶのか分かるから、案外スラスラいくかもしれない。你描述的对象会泰拳吗？平常练习会穿泰拳裤。好啦，好啦，拜拜，晚安，晚安，我真的要关播了，拜拜。